你干嘛浪费我们家的饭啊？拿去喂这只猪！我讲话我就会急，我也不想跟这没有礼貌的人一起吃饭。江振博，你敢再顶嘴一次试试看，然后打到你哭着跑回家？我不是惊你啊啦，我也不是懦弱，我也不是假啦，来来来，你别我。罗岩呐，你走开啦！干嘛？王老板，嗯，很辛苦哎，没人帮你啊？啊，你来多好，那个饭拿去煮，快点，爸爸妈妈回来吃饭，来不及了啦。哎，你真的做民宿做上瘾啦？对啊，哎，我连名字都想好了呢，叫霍山兄妹，啊啦，我听好。所以你真的打算放着我们大闸蟹不管了？大闸蟹由你就好了嘛。 随便你啦，但是呢，你要记得做一件事情哦。嗯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两天要上台北啦，可是啊，最近这里天气真的很不好，我很怕下大雨，你要帮我注意一下那个池塘的水位，好不好？嗯。江晨波，你认真一点。我的天啊，老。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哎。好啊，我刚说什么？啊，你不是要去台北？ 昨天下那么大雨，今天天气还不错。嗯。我跟你讲，我这两天要上台北啦。可是啊，最近这里天气真的很不好，我很怕下大雨。你要帮我注意一下那个池塘的水位，好不好？嗯。江晨波，你认真一点。我的天啊！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哎。 生气了，你先听我解释啦。不要听。好啦，算了，对不起你嘛。不过我跟你讲，我最近真的很累呢，搞民宿真的很麻烦呢。你心里面就想着你的民宿，那我池塘呢，就要毁掉啊？你看现在我的心里面不是死光啦，就背水冲走啦。你什么时候才会负责任？我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相信你啊，江晨博？那你现在吃到没了，不然你来跟我一起弄民宿吧。 你忘记我怀的目的就是想大闸蟹了吗？而且你不要忘记，你答应过我要帮我的哎。我知道啊，可是因为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找到我人生目标嘛。啊，我现在已经找到了啊。啊，既然我找到了，你就应该来帮我嘛。夫妻之间本来就应该同心协力，一起完成事业，对不对？同心协力？你有跟我同心协力吗？我看你八成是故意要让我池塘毁掉吧。哎，我好好上来跟你解释，你不要把话讲那么难听嘛。 总之吼，你这个要不得的个性，你自己好好去反省一下。哎呀，我个性又怎么样了？你个性怎样？
你是没大脑啦，没自信啦，胆小懦弱又大男人啦，烂屁啊！你让你跟我搞巧鬼哦！啊，你以为你自己好到哪里啊？我只是不想讲你而已啦。我怎样？你讲啊！是你跟我讲的哦。讲啊！你讲就讲啦。我老早就知道哦，你扒着我老公老公的叫，是因为你知道只有我才能容忍你的个性呐、啊。你这种骄傲，然后又爱命令别人的男人婆，那无话你根本嫁不出去啦，好啦。这么嫌弃是不是？那不要结婚啦、啊。不要结就不要结啊。你就不要哭。我都没在浪费目屎嘞。你一定后悔啊！欸、老板，阿囝能搞搞，阿民宿还经营啊？休困一天啦，连到开啦。恁爸就知，我就不信你会当经偌久啦。欸，这地巴拉哦，我替你来请教一下。什么？啊，无你是臭耳人哦？这地巴拉给我替阿姓杰遐去啦。欸，爸，啊你即摆是唔知我甲阿芬阿咧无爽快？啊，就是知影，唔才好心叫你去。我跟你讲，迄必顺的空船也无膏药啊，等一天变绝症吼，嘿嘿，你要考虑就无法使。爸，我即马甲阿芬的代志，毋是你所想的这么简单的。阮即马一定吵到闹到呢，你知影无？这你免甲我报告，拜托。虽然牵手，虽然吵，吼。紧去啦，吼，吼你山顶啦，吼。安那，我着阮爸叫我摕巴拉来予恁食啦。卖假啦，要摕恁某食，讲摕恁某食，讲要摕我食，啊，来佚佗，来来囝。免啦，要来转啊。啊，无啦，啊来到这食饱走啊。啊，阮爸讲厝有厝叫我转去食啦。恁爸，我较来讲好。啊，袂啦，袂枵啦。哈、啊，你这囡仔真袂听话呢，甲你讲食饱走，我等下吼有。足重要代志要甲你讲，我才讲。来，去吧。这猪肉吼，补充胆固醇。补充胆固醇。对对对。好，来，洗碗了，洗碗了。来来来。哦。小小小小。我袂枵啦，我先来走。来啦！哎呦，食饭食了，爱食水果，恁爸阿公、爸阿婶啊，拢还袂食咧，食了才转。嗯。反正爸老厝的就济啦，我转来食就好啊。嗯。食爸老小事啦，重要代志还袂办呢，对吧？嗯。去啊，安怎提出？什么样路啊？等下你就知啦，免急。哦，我未过年就包红包安尼哦。你食较歹咧啦，这是我替恁下个辈子啦，来。我讲啊，天公庙啊，三句讲啊算的啦。哎呦，六合六合。提住爹啦。你还没跟我爸讲啊？为什么我跟你爸讲，你自己为什么不跟他讲？啊，讲什么？是你决定，你不要忘了哦。什么我决定的？你今晚赖到我头上就对了啦。懦弱。欸，什么懦弱？你们的机车好不好？妈，你看你啊，你干嘛浪费我们家的饭啊？拿去喂这只猪。反正我不准备急啊，我也不想跟这没有礼貌的人一起吃饭。江胜博，你敢再顶嘴一次试试看呢？我打到你哭着跑回家。我也不咧惊你啊啦，我也不是懦弱，我也不咧给咯。来来来，你别我。哎哎，回来回来！没事啊。哎，阿杰，看我，你要看啥无？看啥？你要给我看啥？啊，你不是讲天注定？做一个冤家啦！六合六合，要偌合？要看人要几只？人家白目的，啥物时阵搁你看？看看啥？看冤家哦！
食饭啊！